真是给我爸我妈拿了足力健的老人鞋啊，是专门为老人的脚型设计的，因为他们上岁数了，那脚丫子常年的干活呀、走路啊就变形了，都宽。这个，你看看哪喜欢吗？啥是红颜色？这个它就是上面这个网，它就是刷网的，过几天冷了就能穿。哦。嗯。不透对，不透。这个，爸，你这是黑色的，你看能不能穿？都是你们的码，而且它这个就是这儿比较宽松，那脚丫子宽的。我姐就这儿宽。啊，对，江斌也是这脚宽，这个鞋它都肥。再一个，它这个底儿，那这个刚好。能穿吧？它这个底儿是防滑耐磨的，你两只脚都试试看看得劲不得劲儿。还走路得劲不得劲儿？它这个是就是能紧能松，我把放松了。嗯，对，它这是就是松紧绳的，能紧能松。嗯。能穿吧？能穿。能穿。这个鞋还挺舒服的。啊，是吗？嗯。你去穿，好姐。得劲，它这个鞋就是比较肥，就是专门针对老人的脚设计的，就穿着也轻，是吧？轻快，就公园跑着就爬起来，是吧？对，嗯，穿着舒服。那这个还挺宽的。对，人家这儿宽。那脚我刚下车买鞋的时候，我老要买那个宽宽的啊，对，这脚宽的。他就买那个大的。哦，它有的它大了，它也是瘦，对对，这就宽，